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取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71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地球崛起系列 Voyage Crisis 的 Megatron。哎，感觉上一波好像才刚拍完没多久，怎么马上这一波又来了啊？因为地球崛起好像这已经是最后一波的一个推出了，接下来就要进入 Kingdom 了，王国了。那目前看到的这些官图都非常非常的吸引人。那我的话呢，要先感谢一下我十月初啊，就十月初的这个连假一结束呢，我要非常感谢一波这个大陆的变形金刚同好呢，非常努力的帮我做充值啊，也就是呢去购买我非常非常多这个月推出的这个电子写真，那让我在10月6号的时候呢，我就达到了我第一波阶段的业绩啊，我每个月会设置一个基本的量，然后呢啊，通常的话呢，我过去几个月来讲的话可以达到2倍甚至最多到3倍的一个业绩的量，那这个对我在做玩具开箱都是非常直接的帮助。那我没有想到说呢，这一次呢这个月达到的速度呢还是属于比较快的，只用了一个礼拜就达到第一阶段的业绩的量，那我非常的感谢。那诚如我以往承诺的啊，就是说呢啊，各位在这方面给我这个资金上面的赞助呢，我会尽快的呢都把它拿去呢买这个最新的玩具，给大家做一个各式各样把玩之后体验的一个回馈给大家，希望是给大家是最直接的一个，因为各位现在都是我的老板嘛，你们既然donate我，你们就是我的背后的金主，那我当然是以你们的这个以各位的这个利益作为优先的考量。那么这一款递出的话，其实我先讲一下，其实就这一波有四个 Deluxe 齁，还有这个两个 Voyage， 就是我已经全部都入了。那我会先挑这个 Megatron 做事，第一我对 Megatron 这个人物是比较有好感的，第二个的话呢，开完之后我发现说还好我有先做这一款，因为这一款的话呢绝对是一个我认为是属于地雷级的玩具，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的话就暂时先避开掉这个玩具呢，直截了当的讲啊，如果以台湾的台币来讲的话最多就值300块钱吧，就是高过300块钱你就不要考虑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为什么说 300？ 因为目前这个围城的这个模具啊，它有一个迷彩配色版本，这个迷彩配色版本现在350块钱台币在网络上还买得到，那原色版本的话呢也是差不多400多就可以买得到了。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地球崛起的这一款的话呢，是真的各方面来说呢都不如这一款啊，各方面来说。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人物的最直接的就是一个头雕的部分，以头雕来讲的话，这个围城的这个头雕啊，原则上还是感觉是有点比较青壮年的一个感觉，比较精悍。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地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好像一整个就中年发福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对不对？2020年的胡夫骑射嘛，然后这个大概是根本不像胡夫骑射嘛，对不对？胡夫骑射这根本没有这么帅，对不对？好，那头雕是一回事，连头的比例来讲的话呢，以身形的比例来说，你看这个头身比。啊，是比较高挑的，这个头身比的话就感觉是没有那么高挑，不然以他的你如果用尺去量他的胸围臀围跟腰围基本上都会几乎都是一样的啊，都会一样，但主要这个头身比不太一样。那再来就这个人物的线条围城的线条呢其实是比较丰富的，那这个围城的这名字我稍微搞错，这个版本的一个线条是比较丰富的，这个版本的线条是比较方方块块的，是比较接近 G1 的，尤其是在小腿的部分，它的小腿的线条啊基本上就是会非常接近 G1， 但是的话呢这个围城的话你看它的一个线条就会比较一个曲折量比较多。那再来就讲到围城跟地出的差别，就是说呢地球崛起他们标榜上来到地球之后的形象，那你看这个腿，它小腿造型是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个他就有履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迁就到他们是来到地球之后的一个载具，所以他这个履带就出来了，那之前的版本是没有的。那腿的话也就算了啊，这个背包的部分呢，两个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两个背包的大小对不对，这一次的版本跟上一回的版本可以说是大上非常的多，头变大了，背包也变大了。再来就是最夸张的最没有诚意的就是他的这个武器啊，炮手当然就不说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次，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一整个就是，变成是这个样子。好，单纯看这个东西呢，你可能会觉得说，不就个武器吗？还好，你在挑什么挑，对不对？
话是这么说，没错了啊。这个平常是扣这样子，然后是从这个地方啊，以这个凸呢啊去扣这里。但是它这个本身就是有点不爽，怎么说呢？因为你看，你这个凸是为摇的啊，这个凸是为摇的。我玩个玩具，我不需要那个凸会摇啊，又不是特殊状况，我为什么那个凸我要让它会摇呢？不需要嘛。那所以说它这个有时候呢，你没有插到，如果我要把它按到底的话呢，就。哎，对不起，A 到你。如果我没有把它 A 到底的话呢，这个东西在手上就是会晃得很厉害。那这个板子的话呢，是在变形的时候是要把它拔掉，补充在这个坦克的一个尾部啊。那如果讲的，如果我要护航的话呢，我就会说，官方很有良心做了一个盖板，然后而且这个盖板呢，在人形下可以跟武器结合啊。但是如果我要讲它难听的话呢，我就说拔叉变形，你真是烂透了啊！这个是看你怎么去抉择，只看这个也就算了啊。如果说了啊，你把这个地方做成拆开，你可以拔开来，还可以把这个炮装在这边啊，就是把这一节炮啊变成是在这一段的话呢，然后再变成一个盾的感觉，就这个炮的话呢是在前方啊，我还可以勉强当成是你一个应该是魔物猎人吧，对不对？之后不是有那个枪炮盾吗？还是什么枪斧啊那一类的武器哈、啊？这个怎么看都像是长矛，对不对？长枪。对吧？Lance 啊，不是 Lance，Spear 应该是 Spear 对不对？你明明是 Spear，但是你却要我把它跟，这个，而且你看这一块就很容易去把它碰掉啊。这里，这个对这个玩具的话呢，我是真的我是很不满意啊，非常不满意啊，直截了当的。你看，你为什么要把长枪像盾一样插在手上呢？你在挥舞的时候是各种是一定是各种不方便的，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说这一段拜托你这一段至少你把它截断嘛，而且明明这里你还有个凸，你为什么不让它扣在这里？好，这里就你光看这个你就已经觉得有点恼火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年我们这一款 Megatron 当年比较可怜，当年跟它同时间推出的这个 Atomus 是非常的优秀啊，各方面去压着这个 Megatron 打。但是时间终究还你一个清白。你看人家这个武器，这样涂装就算了，还可以变形，对不对？还可以变形。这个坦克的状态下是可以变形。然后这个我只能说这个高下立判啦。我只能说真的差太多。你要它拿在手上当大剑没有问题，你要它把它弄在手上。对吧？让这样子也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样都比这个要好上很多啊，真的好上很多。OK，好，这个我没有拿 KO 跟你比哦，我是拿你自己跟你自己比啊，你不要又说我们什么欺负官方，我讲没有，我是拿正版跟正版比啊。再来就是这个地球崛起系列，OK，平心静气一下，我觉得我好像很愤怒的感觉。我为什么这一集我拍的火气那么大，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地球崛起系列的每一款玩具膝盖都是受伤的，真的每一款玩具膝盖都受伤。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你好这样就算，这你毫无支撑力度啊。这边的话就还好一点，你看还可以多撑一下，但是这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地出都有这个毛病。那它的可动呢，也跟之前的这个围城基本上差不多，头部是一个球关，那你要360度转动的话是有一点小困难的，有一点小困难，这个应该是可以翻出来的。但是我目前好像先把它给，好像这个我是不是没有把它变到位还是怎么样？我先把它给挑一下好了。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不可以拉出来啊？是不是我一直没有变到位啊？我看一下，哎，好像没有，哎，好像真的只能这样啊。好吧，那就这样吧，反正这个部分我也没有嫌你了，那你就不要讲什么了。脚的话往前往后踢没有问题啊，侧踢也是没有问题。那这个拳头内啊，拳头这个地方内部，你看到吗？有一个大空洞。那腹部的话是这个是银漆的一个点缀，然后背包非常的大。然后这个地方这个刮痕我可以接受，因为这是履带的一个底部啊，你的底部的履带受伤刮伤是正常的。好，那我们再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好了，它的变形呢跟这个。围城的变形的话呢，87%是一样的啊，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先把这个拳头给收进去，你看这个变形，你看就知道了啊。这个背后这个背包，这里把它给拉开，整个的往上面推上去，往上面推上去。再来说明书的变法呢，是要你先两手，
这样子转过来，先叫你呢做一个合并啊，但是我们先不要合并，我们先不要合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先合并的话，等一下这个地方不好做讲解，我们先到这边就好了。然后武器的这一片我们先拿下来，我们先把腿给变完啊，上半身我们先到这里就好了。腿部的变形是这样子，首先把这个腰转180度，好，180度转过来之后，这边是坦克的底部，把这一块部件，这块部件往前面挑出来，这里，这里往前面挑出来，再来一样啊，这个跟这个，然后以这个地方做转轴，转下来，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利用这个地方这样子转上去，这里，这个地方转上去，这里，哎，转不上去是怎么回事？好，转上去，突然变紧了这边，然后再把这个地方给盖上去。那么呢，在围城的时候呢，是侧边这里还有一个卡扣要扣。那这一款的话，这个部分就没有了，腿的话就翻上去。好，这个变形是不是都一样，完全一样？这里这样过来，然后脚的话这样转上去。我习惯是转这样子，把它调整在一个固定的一个角度。好，再把这个地方推上来，后面这个地方盖下去。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块部件呢，就是这个。这块部件要扣在这个地方，它主要的扣法就是你看到吗，这里有一个两个部件，然后我们的就是要用这个地方中间这个缺口呢去抵住这个位置，从这个地方穿进去。那另外一侧的话呢，是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穿过去。好，到这边就把它给卡进去了啊。啊，说明书的说法呢是上面变完之后再来扣这个，那到时候其实你是给自己找麻烦，你会不好扣，所以我会建议先把它扣好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炮塔的部分呢给做一个合并啊，这样是比较简单的。那前方这个变形就更容易了，把这个变形都是完全要打开，然后呢这个地方呢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凸跟到的一个结合，两侧，那除了这里结合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这里，这边推上来啊，这边推上来，然后以及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凸，它要扣进这里有一个凹，所以你就是把它往内部推进来就可以了，其实往内推进来就可以了。那所以呢，它这个时候扣的时候呢，会有一二三四，会有四个地方呢是要同时扣的啊，这四个地方是要同时扣的，如果没有同时扣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变形会比较不够完美。好，我们这样子扣进来，先把它给退到最内侧去。好，然后前方这里两侧再把它给按下去。好，那么后面这个地方呢，再把这个地方给由后往前推进去，这样就可以了。原则上它的变形已经算是 OK 了，到这边。好，那么呢最后这个变法是一样的，跟这个围城那个变法是一样的，从这个地方扣进去。那除了这两个凸啊，也是要扣进这里面的。那这个像是这个，有点像是这个变成手枪的麦克族的那个扳机的这两个部分啊，在围城的那个玩具是还有一个上下推移的。那这一款的话直接省略了，直接把它给简化掉了啊，直接把它给简化了，所以就没有了。这样的扣上去。好的，我们这一款这个地球崛起的一个麦克族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那我们的话呢，就干脆吧，把这一款既然都已经要掰了，我们就把这个也直接的，我们你看一下啊，为什么我说它的变形87%是一样的啊，87%是一样的。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分的话呢往上面挑上去啊，一样，你看这个变形都完全一样，翻到这边这个板一样往上翻，对不对？往上翻。那这个的话可以先结合，因为它没有那个板子，那这个就是这块部件啊，这块部件，对不对？这块部件要把它给翻上来，这个时候就把它翻上来，这样子的话等一下才会方便我们插那个武器，没关系，到这儿，然后我们一样把这个地方挑出来，你看这变形完全一样，转上去，转下来，然后推上去，忘了啊，要去腰转180度啊，好，这样子，反正转上去，然后这个部件推过来之后呢，你看它这里是有一个洞，推上来之后呢，要跟这个凸啊做一个结合到这边，所以它的一个稳定性会更好一点。然后脚掌一样推下来就可以了，这边也是一样推上去，然后以这个地方转轴转下来，再从这个地方呢翻转上去，到这推过来，然后呢把这个凸跟然后这里做一个结合，
你的变形是真的是就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啊。好，然后一样是把这个地方两片给打开，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但是它这一片要折到下面来，这里做结合，对不对？所以那个它的这个围城这款的变形的话呢，步骤还会稍微再多一点啊，不对，应该是先把它给推进去啊，然后再把它给扣上。可以看到啊，我这个把玩是比较暴力一点，但是这个我必须要称赞一下，为什么这个围城系列我真的非常的有爱喜欢啊！一开始还嫌不要，结果最后还是很香啊！反正是这个 Earthrise 一开始期待啊，结果出来之后好像不怎么样，对不对？哎，无奈啊，人生有时都这样啊，过于期待的话反而受到伤害啊，不如都不要期待。那这个地方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呢，我这一块呢已经有点偏松啊，基本上有点卡不住，没有关系啊，我们就稍微的就利用一点地心引力把它给转过去 ，OK， 扣上去。我们的这个戏剧 Earthrise 好，变形都完成了。两者的坦克的造型呢，认真来说的话呢，好像这一次的感觉比较大，对不对？因为它整个是扎饱满的，它是整个是一个方块状的地球上面的一个坦克的一个形态，履带的话也都是有的，整个是完整的一个版型。然后这一款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外星坦克，它有点 H 型的一个感觉，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所以感觉它这个比较小。但是哪一个好看，这个很难说啊，这个每个人可能，有人可能喜欢这种比较敦实的，有人可能喜欢这种有点科幻感觉的。那以炮塔的部分呢，都是一样，都是可以转动的，然后都一样是有这个战损，你看都一样有战损，有在上面。不过以战损来讲的话呢，其实两者是这个就不知道看到这一次的这个 Earthrise 感觉战损涂的更多更密集。然后这个不过以坦白讲，这个比较虽然涂得很密集，可不过这个还相对合理一点。这个的话，这个是真的是水泥，被喷到水泥一样的感觉啊。这个是真的是比较像战损，虽然也没有说好到哪里去。然后上方的细节，各位可以做个简单的对比。那一样都是后面有个人物的脚掌，这两个毛病倒是一样没有改善。那以炮塔炮管的精致度，这么说好了，这个是外星风格啊，所以它比较复杂一点。这个我们就不挑这个毛病，不挑这个毛病。这个地方这个图应该把它给弄上来 ，OK， 比较可惜。Anyway， 然后一样的毛病，上方这里感觉是略空了一些。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毕竟地球崛起，它标榜它是来到地球，那滚动性还不错啊，滚动性就标榜来到地球之后的造型。那这个变成这样子，稍微外形上是有个修改，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以模具的变形程度来讲的话，真的就是完全的一样。那武器的这个部分呢，诚意度就相差的非常的多。我不是说它有多烂，是你前一波的玩具这个东西在目前在市面上呢还在属于一个崩盘中的低谷的状态呢这一次的这个 Earthrise 这一款，我认为目前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我真的觉得找不出会推荐你先入的。当然以后如果说跌到价格很低啊，跌到台币300块钱啊，对吧，跌到就非常非常便宜的时候呢，你要入一个来，那我当然没有什么意见了。那总而言之呢，它呢在目前的市场上，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需要去 focus 的一款 Megatron 的作品。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